好，呢條題目2002年第四題，佢就俾咗個 A 係負數 ，B 係正數，我哋問下呢個 y 等於 ax 加 b 嘅圖像邊個係啦？咁佢呢個咧直頭已經擺到明係 y 等於 mx 加 c 個樣噶啦。咁簡單啲，咁我哋將個 a 同埋 b 代入一個數字啦。a 既然係負數，咁啊 a 代做負一啦 ，b 係正數就將個 b 代做正一啦。咁你代落去之後咧，其實個方程式就 y 等於負 x 加一。咁你睇啦，呢、這個 y 等於 mx 加 c 咧，咁即係個 m 就係負一啦 ，x 前面嘅數字啊嘛，嗰、那個 c 就係正一啦。咁所以咧，斜率係負數，係呢一種嘅斜法，斜率係正數呢種斜法啊嘛，咁係呢一種嘅斜法，即係 c 同埋 d 去揀啦。但係佢話俾你聽個 c 係一喎 ，c 係個 y 軸節距啊，咁呢個 y 軸節距咧就係一個正數，咁所以揀呢個啦。呢、這個 y 軸節距咧係呢個位置，所以係負數嘅，咁所以我哋揀 d 啦。